周瑜若闻公子刘琦夭亡，便要索取荆州，不得不防啊！主公，东吴鲁肃大人到。 军师，今日鲁子敬前来，定是为了荆州。这，主公只管迎接，如他提出荆州之事，亮自有话答对。哦，皇叔，诸葛先生，我主闻说令侄去世，特备薄礼，派我前来致祭。 也再三致以皇叔和诸葛先生。好，将祭品收下。是。子敬一路辛苦，后堂叙话。啊，请。请。 啊，上次我到荆州，皇叔曾有言：“公子不在，即还荆州。”今公子已然去世，我想皇叔绝不会食言。不知几时可以交割？子敬远道而来。是啊，子敬一路辛苦。多日不见子敬。 甚是想念，理应先叙旧情，再慢慢商议。请。来，子敬兄，请。子敬，来，为今日相见，再饮一杯。来，请。 过瘾了！行，皇叔，诸葛先生，我为人一向不尖刻，但事关国事，难寻私情啊。依我之见，还是先将交还荆州之事定妥为好，否则不好向我家主公交代呀。 子敬好不通情理，非要逼人和你争辩。提起疆土之争，谁是谁非，恐怕不能全凭东吴自说吧。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，开基立业，使天道还复于正统，至今已有400余年。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后。 孝景皇帝贤孙，当今皇上直叔，难道不该分封领地？再说，刘景升乃我主兄长，弟承兄业，又有何不可？先生，我孙仲谋乃钱塘小吏之子，素无功德于朝廷，依仗势力，占据6郡81州，仍然贪心不足，反倒想吞并大汉疆土。 我倒要问问子敬，刘氏天下，姓刘的倒无份，姓孙的反要强争，可有这般道理？况且赤壁鏖兵，我主多负勤劳，终将血战抗曹，怎可把功劳单单记在东吴账上？ 若非我在七星坛借来东风，周郎岂能建立半点功勋？那是江南一破，修蜀二乔将置于铜雀台上，连子敬家小也只怕不能保全呐。适才我主不便应答，是以为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不需细说。奈何子敬兄太不体察仁义。军师，先生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，只是对鲁肃甚为不便。有何不便？昔日皇叔当阳受难之时，无路可走，是我引荐先生过江去见我家主公，孙刘两家才同心破曹。后来周都督要兴兵取荆州，又是我再三劝阻。皇叔说待公子去世就还荆州，也是我全力担保。如今翻脸变卦，这叫我如何回复？此事吴侯与周都督必然迁怒于我，我死不足惜，只恐惹恼东吴，大动干戈。那时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？曹操挟天子之名，率100万之众，我不以为意，岂怕周郎？既是子敬不好交代，我劝主公立一纸文书，写明暂借荆州，待令行图得立足之地时，便将荆州交还东吴，如何？不知夺得何处城池，方还我荆州。中原之地极未可图，西川刘璋暗弱，我主即将图之。一旦得到西川，那时便还。那就请皇叔写个文据。好。子敬，这回还需先生做保人，请先生在此处画押。好，既如此，我便作保。我是主公这里的人，难道自家为自家作保？